亲爱的中国朋友们，我叫 Olivera Golian， 我毕业于 Berkeley 的大学中文系，我醉心于中国文化，对中国舞蹈情有独钟。中秋佳节之际，我在 Berkeley 的中国文化中心舞蹈教室，祝愿你们阖家团圆，请观看我的舞蹈《千里共婵娟》。共此时，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。作为一名学习中文的学生，我从来没有去过中国，我对中国的感情从兴趣到喜欢然后爱上，直至思念。我希望你们喜欢这份来自塞尔维亚的祝福，更希望我可以很快与你们团圆。